这三少奶奶根本不是杜小姐，扬州来人了，来的是亲家公杜老爷和杜公子。老爷，冰燕此时在哪里啊？你们家老爷和公子来探望冰燕。公子，小喜，你可伺候好了我的妹妹冰燕呢？下。嗯，妹妹，是哥哥。哥哥，好妹妹。爹爹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快让我看看你还好吗？小姐，我那日在老太君堂上看到你女扮男装，可开心了。还好小喜你聪明，才没有坏了咱们的筹谋。我们小喜啊，可机灵得很，要不是小喜每日在齐府提醒我要端庄要温柔，我这个狐狸尾巴早就露馅了。我那个哥哥是个女孩子啊，她呀就是真的杜冰燕。你刚刚出去那么久干什么去了？我去马厩喂马了。那是下人做的事情，不是驸马做的。我现在又不是驸马爷，再说了，马最通人性了，你爱他他就爱你。你不许爱马，只能爱我一个人。我就是实话实说嘛。你要敢这样，我就找人砍了你的头。有我这个假冰燕，现在又来了个真冰燕，可怜什么？可我不要那个真的杜冰燕，我就要你这个假的杜冰燕。她原本就是你的新娘子啊。可是现在她是她的。小巧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探子来了。老太君让我来送些点心。此次来临州行程匆忙，能啊见到妹妹一面已经是不枉此行了。冰燕可是在我这儿经常提起你，今日一见果然仪表非凡啊。那是当然，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最应该收回的便是那十四家商行的账。我需要你去齐天磊他们的房间，把这毒针插在床上。不能疼。你会说话了。我刚才看见王胡子从门外拿东西往床上放。有毒。